备好，现在做回春医疗保健操。第一节，游臂。右掌心拍打胸前丹田，同时左手臂拍打身后命门穴，两臂一前一后交替进行。这一节震动腹部内脏，通过带脉沟通任督二脉，舒展经络。这一节是预备活动。第二节，晃腰。两手叉腰，拇指在后，点按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旁开二寸半处。反方向。这节疏通经络，增强腰部血液循环，防止腰肌劳损，闪腰岔气，并能消除腰疲劳。第三节，甩臂。两臂高举头顶，手心向外，自然下甩，带动腰部颤动，活动肩肘各部关节，增强手指末梢神经的经络活动，舒展内脏，防治肩肘炎。第四节，双摇臂。双手至面前，臂伸直，双臂由前下后上摇转16圈。反方向。这一节活动背肩肘部经络，防治肩臂肘腕关节疾病。第五节，推拳。双手握拳，先右手手心向下用力向前推拳，手心向上回拳，两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上肢经络，增强臂力，起强身作用。右手拍左胸心前区，两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震动心肺，扩展肺络，促进周身血液畅通，对消除气闷、胸闷、胸痛有一定疗效。跳，两臂自然下垂，交叉在身前。两臂摆动时，两脚一上一下，配合双手合力跑动。这一节是全身运动，轻松舒适，既活动关节，又震动内脏，并促进血液循环。手用力打左肩，同时左手背打右肾腧穴，双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防治高血压，减轻背疼痛。第九节，扩胸。两手握拳，两臂用力向胸两侧扩展。这一节扩张胸背，增强心肺功能，疏通气血，运肘练臂，并能纠正鸡胸。
十节，单摇臂，左手叉腰，右臂斜上举，由前下后上方向划十六圈。甩拳，两手握拳，先左臂向左后侧甩出，左右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肩臂腰部各关节，对慢性气管炎、哮喘、肺气肿有疗效。第十二节搂拳，两手握拳，两侧腰间，拳心向上，翻手向回搂拳，跟交替进行。这一节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新陈代谢，活动肌腱和上肢关节。第十三节左右弯腰，手叉腰，上身渐渐往右弯，一弯一起。反方向，这一节活动腰部和内脏，预防老年性脊柱活动不便。第十四节原地跑步，双手握拳，做原地跑步动作。这一节活动肩、肘和脚部位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消化系统疾病有辅助疗效。右臂，右臂向前平伸，自然下落，左臂同时上升，手臂摇动时，膝盖微微屈伸，配合手臂动作。这一节是跑步后的整理运动，作用是消除疲劳。第十六节按手，手平屈，两手平放在右侧腰部，掌心向下，由右向左用力按四下至左侧腰部。这一节增强臂力，防止手颤抖。第十七节上摇球，双手如抱球，挤在头前方转动。这一节增强视力和脑垂体平衡功能。第十八节中摇球，这节作用与第十七节上摇球相同。
作。第二十节，抓空。右臂高举抓空握拳，用力收回，两手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手臂关节经络，防治肩臂疾病，有调整心肺肝胆作用。第二十一节，摇棒碌碌，摇。腿跨前一步，做摇碌碌动作。换腿放，这一节活动肩肘腰经络，能增强脏腑蠕动，调理脾胃。第二十二节，摸鱼。左腿向前跨一步，做摸鱼动作。关节和经络。第二十三节，大晃腰。两脚分开，一肩半宽，两手放开，举过头，转大圈。健肾，增强腰功能，防治腰肌劳损，对胯酸腰病有辅助疗效。第二十四节，发泥。两手举过头顶，手心向外，下蹲做挖泥动作。这一节活动腿膝上髋关节，对五脏六腑起调理作用。第二十五节，打膝盖。双手扣打左右膝髌骨，这一节解除两腿疲劳，防治膝关节病，对腿软有疗效。回头看足跟，两手并齐放左腰部，头向右转动，带动上身，两眼看右足跟，手同时跟进下按，左右交替进行，对颈椎软骨质增生有疗效。第二十七节，大弯腰。两手交叉，手臂向上伸直，连举三次，弯腰向下，连按三次。右上方，
节，预防闪腰岔气、腰酸背疼，预防老年性脊柱侧弯。第28节，前后弯腰，两手抱肘到后腰处，向前后往返交替进行弯腰后仰。这一节预防罗锅、老年性驼背，对体虚、肾亏、腰酸、背疼和腰椎骨质增生有疗效。腰，从第二节反方向，这一节消除以上各节弯腰活动可能引起的腰肌疲劳。转膝，双腿并拢半蹲，双手扣住左右髌骨向左转。反方向，这一节活动膝关节，增强腰腿足膝功能，抵抗衰老，对腿病、膝腿筋骨酸痛和褐膝风等病有疗效。第31节，压腿，双手用力按压膝盖，活动委中穴。委中穴是治疗腰痛重要穴位，同时这一节舒展膝关节经络。前踢腿，两腿并拢，两手叉腰，拇指点按肾腧穴，右腿抬平，小腿垂直，脚尖向下绷紧，前踢，两腿交替进行。这一节活动腿、膝、踝关节，防治下肢无力、下肢风湿麻木酸痛和大小腿痉挛症。第33节，原地小跳，两臂向前平伸，两掌心相对，双手上下摆动，两脚上下原地跳动。这一节震动全身关节、肌肉和内脏，促进气血畅通。第34节，七敲，一敲大陵穴，腕关节横纹上两筋间，两大陵穴相互对敲，此穴治疗心脏病、热病。二敲腕骨，两腕骨对敲。腕手主治腕痛、麻痹、直肿。合谷，第一二掌骨监测肌肉隆起处，主治中风感冒、头痛、月经闭、产后贫血。四敲后膝，第五掌骨小头后
耳轮边间，五叉虎口，两手拇指与食指分开，两手虎口相互对插，换手，效果通合谷穴。六叉八斜，八斜穴在五个指头的尺骨间，两手手指张开，相互对插，防治手指肿麻无力。七打劳多，掌内第二三掌骨间握空拳时，中指指处，换手，此穴主治中风牙痛。阴阳交，阳交内踝上七寸，三阴交内踝上三寸，主治小腿痛、颈椎病、消化不良、麻痹、浮肿。二打足三里，足三里穴在外膝眼下三寸，胫骨外侧约于横指处，主治脚气、麻痹、各种慢性。
平，手心向下，两腿慢慢弯曲下蹲。这一节活动腿关节，调理腿部经络，并辅助治疗髋膝关节炎。第37节，打膝盖。膝关节微曲，上身稍弯，左右掌各拍打左右双膝。这一节解除分离后可能引起的腿膝疲劳。第38节，抱后脑颠足跟。两手交叉，抱后脑颠足跟。这一节防治足跟骨刺、足跟病和痔疮，同时沟通任督二脉，使脊髓大脑充满活力。第39节，托腹。身体放松，两脚分开，足趾抓地，两手插在一起，手心向上，托住小腹，手不动，揉。右手放在右膝上，左手放在右手背上揉，反方向。
节，防治膝关节病。干洗手，准备洗眼。节洗眼，两拇指弯曲，眼微闭，拇指左右晃动上眼皮，对近视、远视、老花眼、白内障有辅助疗效。第四十五节，摸眼皮，两手中指轻轻地放在左右两个内眼角，沿着上眼皮左右滑到外眼角，再沿下眼皮滑回内眼角。这一节按摩白眼球，其作用与四十四节洗眼相同。第四十六节，摸鱼腰，两手中指和食指用力点压两眉中间的印堂穴，并从印堂分别沿着左右眉毛用力按摩到太阳穴，并点压一下。这一节使眼明亮，防止流泪和角膜炎。第四十七节，晃承气四搏。中指分别压住承气穴和四搏穴，左右摇晃。这一节防治近视、远视、老花眼等眼病。第四十八节，拿睛明，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压在两眼内眼角处的中指部分，即睛明穴，连捏带揉，对恢复视力疲劳有效。洗鼻，两手中指从鼻梁两侧往下撸到鼻翼，再向鼻尖挤一下，向上沿着鼻梁返回，对感冒、鼻炎、鼻窦炎和嗅觉失灵有治疗作用。节，按迎香。迎香穴在两个鼻翼末端的喉中，这一节防治鼻塞、感冒、鼻炎、鼻窦炎，促使嗅觉灵敏。第五十一节，指耳。两手握拳，双手食指分别插入两耳耳孔，转三圈后再向里一捅，随即爬出。这一节防治老年性听力衰退、耳鸣、耳聋，能增强听力功能。第五十二节，震耳。两手掌心分别用力紧压在左右耳孔上，稍停，两手突然放开，可以听到耳膜震动的声浪。这一节的作用与五十一节指耳相同。第五十三节，干洗脸。两手掌心搓擦面部，这一节可以双向调节血压，消除疲劳，促进面部血液循环，减少皱纹。向后梳头，这一节有利于防治脑动脉硬化，能提高思维能力和记忆力。
节，柔风池，两手分别揉脑后凹陷处风池穴。反方向，这一节防治中风、感冒、落枕、失眠、健忘等。明天鼓，两手分别按住双耳，用手指敲打后脑，这一节恢复脑疲劳，有健脑，防止耳病就容。防治耳动脉、脑动脉硬化，防治耳鸣，保护听力。第五十九节，搓降压功。手拇指沿着耳后降压沟上下搓，这一节促使高血压降低。两手拇指和食指分别捏住耳垂进行揉搓，这一节疏通全身气血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。第六十一节，后齿，两唇轻闭，上下牙齿互相叩击，这一节能健齿固齿，增强口腔咀嚼技能。第六十二节，转舌，两唇轻闭，舌尖在口腔中转动，然后将唾液咽下。增加唾液，增强脾胃功能。第六十三节，搓颈动脉。颈总动脉位于颈部前方喉管两侧，两手交替搓动脉，这一节对防治颈动脉和脑动脉硬化有作用。第六十四节，按揉内关。内关穴位于手腕横纹上两筋之间，换手
全身抖动，全身放松，两腿微屈，手和上肢有疾患者，两臂自然下垂，手指向下，手心向后。高血压病者和腿病患者，两臂下垂，手指向前，两手呈九十度平放。腰痛和心脏病患者，手臂下垂，手五十度斜放。两手和全身随着两膝屈伸的颠动而颠动，颠动的速度不要太快。这一节缓解疲劳，增强全身血液循环，睡前做有益于睡眠。朋友们，祝您健康长寿，再见。